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本周的消息特报员立恒，为您播报几则本周的消息与报告。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爵士音乐会，由82岁的本土爵士国宝级乐师林彦川老师领衔演出。林彦川老师在光复时期与知名作曲家杨三郎先生合作，并大受推崇。在9月16号星期日的下午2:30于马可楼演艺厅演出。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爵士音乐会，票价250元，包含下午茶与点心。售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或是马可楼演艺厅李世纯老师。青年牧区的吉他班与爵士鼓班即将开课喽！吉他班没有年龄限制，对吉他有兴趣的都可以上课。任课老师由知名的录音室乐手东森老师为大家来上课，时间是9月16号星期日起，每周日下午1点到2点。上课地点在儿童牧区幼幼班教室，2个月一期，费用800元，请自备吉他。爵士鼓班无年龄限制，需有打点的基础，会简单的节奏。任课老师由台南的爵士鼓王小叶老师为大家上课，上课时间是9月13号星期四起，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30分，地点在天桥教会大礼拜堂，2个月一期，费用800元，需自备鼓棒、打点板、节拍器。以上两个课程报名请洽 Ruby 吕佩珊。由青年牧区主办的 iPure 系列活动爱纯洁系列活动即将开始喽。在 iPure 系列活动当中，我们有演讲、讲座、才艺学习、暖身派对、白色圣诞节派对、艺人表演、为真理而走活动，希望可以透过这一系列的活动成为传福音的好帮手，并且引导这世代年轻人认同真爱与纯洁的正确价值观。在9月21号、9月22号当中，我们邀请到金石堂畅销书籍排行榜冠军《亲爱的公主》作家张蒙恩牧师为我们举办两性讲座。在9月22号，我们举办 iPure 暖身派对，派对中邀请林仁一传道、Incredible 舞团、天桥爱舞团、台南女中热舞社、知名饶舌歌手一辉、DJ 立恒等人表演。希望可以透过轻松的舞会方式，邀请你的同学、朋友、邻居来参加这一个 iPure 的暖身派对。为了支持 iPure 的精神，以白色象征纯洁，请穿着白色主题衣服进场。我们一起祷告吧。本周开始，我们将发行9月份的随身代祷卡。随身代祷卡里面依旧有一些需要我们一起来祷告的事项，让我们学习像圣经说的，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念别人的事。我们是一家人，让我们彼此在祷告中看顾属灵的家、教会的需要，相信神会透过我们的祷告带下他荣耀的丰盛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和属灵的家中。幼儿打击乐课程开始招生咯，课程内容包含说说唱唱、敲敲打打、肢体律动、音感训练、音乐欣赏以及音乐游戏，招收的对象为4周岁至6周岁幼儿，升小一的小朋友也可以来上课哦。费用为2500元，共10堂课。上课的时间从9月15日起至11月底，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指导老师由小朋友最喜欢的郑一田甜甜老师来为小朋友上课。报名详情请洽汪丽金干事。天桥大喜事。王世忠弟兄与黄雅玲姐妹举行结婚礼拜，定于9月8号星期六上午10点于天桥教会举行，邀请弟兄姐妹一同参加并给予祝福。以上就是本周的消息与报告，接下来让我们来欢迎我们最敬爱的林宪平牧师。